什么感觉呢？就是刚开始吧，就是觉得王俊凯是明星嘛，而且呢，这个印象中呢还是小朋友，不知不觉中呢都已经是成年了。完了呢，还来找我学车呢，激动还是有的，这个态度肯定是觉得要谨慎一点吧，而且明星嘛。感觉这个相处起来呢，肯定是会有这个距离感。但是呢，我作为一个教练呢，也不能就是说表现出来这个激动或者紧张什么的吧。然后呢，随着时间这个接触下来吧，大家也就熟悉了，就是发现这个真的是特别的聪明，特别优秀的一个孩子，而且完全没有这个距离感，除了帅，别的距离没有距离。王俊凯呢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学员，学车的时候呢，这个各项这个技能的学习和领悟的能力都非常的强，很多这个技巧基本上就是我这个教这一遍，基本上都会，每个科目考试呢都是一次通过的，而且呢很谦虚有礼貌，每次那个打招呼的时候都是。您的很放心的一个学员，整体来说呢，王俊凯呢是一个非常一个很亲和的一个明星吧，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些架子，而且是一个优质的偶像，很给现在这个年轻人呢树立的一个榜样，比如就是。有一个动作吧，我印象是非常的深刻，就是上下车的时候，这个车门都是很轻轻的关，这一点呢其实是很难做到的，是一种这个高素质涵养的一种表现。这个我看过了，作为一个公众的人物吧，这个倡导这个安全文明的驾驶，这个确实是真的很棒。我们真的需要这种正能量的传递。当然了，看到我的学员嘛这么优秀，我很欣慰。相信呢，王俊凯呢会作为一名那个出色的一个驾驶员。